接出来有肢体上的这个触碰你之后，没有啦，我是在闹你的。好，所以这个是艾君伟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接下来换成是苏星河要来演唱。哎、欸，你们两个在一起，我觉得你们两个有点像哎、欸。哎，真的耶哦！你们两个是好朋友吗？不是，但你们两个是不是？是是是！所以你知道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别人讨厌我很久了，是不是？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问吗？因为外面的人说他们两个是好朋友哦，然后就一问他说不是，对啊，是好朋友，是好朋友是。可是你刚刚的反应太直接了耶！我以为他问别的，还是其实你已经觉得他的歌唱实力有威胁到你很久了？对啊，他超强的啊！好随便，你这个很敷衍的。对啊，他超强的哇！我讲真的，他真的，等一下听就知道了，听了就知道，听了就知道，好不好？苏星河来演唱的是《让每个人都心碎》，星光棒谁唱过？杨宗纬。哦，哎呦，大胆，这大胆杨宗纬，杨宗纬现在在内地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你们是好朋友哎。好，所以到底